学友在立功，又有逃犯为听演唱会落网被抓。张学友在立功，又有逃犯为听演唱会落网被抓。张学友1905电影网讯，近日张学友赣州演唱会上，警方在安检过程中利用高科技手段现场抓获一名网逃人员。而早在4月7日，张学友南昌的演唱会上，就有一名经济案件的逃犯在安检时落网。歌神还真是逃犯克星呢。嫌犯被抓，